好。哎呀，是藏文的。你帮我翻译一下吧，因为台长藏文还没开始学呢。就是吧，就你慢慢的，就是吧，看看我老伴儿，他从2010年1月22日。忽然间就说出一些人听不懂的话，哦，经常给人家也是讲佛法，还给人家治病，还给人家超度堕胎的孩子。我问他，我说你是哪来的，他说他是西藏商业市的主持，300年前在那讲经说法。他说的完全正确。我说的，你能给人超度孩子吗？超度孩子是佛菩萨的力量。他说他是在为佛菩萨做事，是佛菩萨叫他这么做的。我还怕他在修行上受障碍，求师父帮他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告诉你好吗，他过去的身体这种动作都做不出来的。是的，非常老实一个人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完全做的就是西藏的藏传佛教里边的五体投地，你听得懂吗？知道。他现在很喜欢卢台长，因为他看到卢台长是谁了。他说了，他6月份到香港看卢台长，他有话跟你说。天天我家早晨我俩做完功课，他就和观世音菩萨沟通。总是用这种语言，每天都不落。我告诉你，他过去根本这种动作全部做不出来的。他过去就是一个主持，而且在庙里非常有能量的。所以你看，我告诉你，到了他身上去了，你们看见了吗？知道。啊，你们现在先看好他这个样子，待会儿台长叫他老老实实，好不好啊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师父。我告诉你，所以修不好，继续投人。修不好变成亡灵，所以希望你们要真修实修，不要假修，大家听得懂吗？你们看看看，多可怜呐！我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没修成？他说他犯了一个小错误。我说是什么错误？他说他就是一个意念，看到一个小寡妇很可怜。看见了没有啊？一个意念就让他不能投生到天上。多可怜呐！现在你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在喇嘛庙里做的那些动作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全部讲的是藏传藏文。好，感谢师父，看见了吗？师父意念一到，他讲国语了。现在我在跟他讲话呢。感谢师父，马先生，咱们过。讲国语吧，讲两句国语好吗？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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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卢台长是谁呀？卢台长是天上的菩萨，菩萨，菩萨。你愿意不愿意跟着卢台长好好修啊？非常愿意。你愿意不愿意度人呐？非常愿意。小房子在天上，在下面，好不好啊？好。我问你，锡箔有用还是小房子有用啊？锡箔有小用，小房子有大用。大家亲眼看见了吗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要亲眼看见你才相信呢。我告诉你，你呢过去修了这么多的事，所以呢，因为呢菩萨还练你有修，所以呢让你见到了台长，台长呢可以把你慢慢的通过啊你们的过去的缘分给你念小房子，慢慢的把你送到天上去，相信不相信啊？相信。谢谢台长。讲，谢谢师父。讲藏文。看见了吗？现在知道了吧？什么叫学佛啊？看见了吗？
好头头头，你听那个干，你去找个研究藏文的，保证知道他说什么。好了，好了，扎西达拉，扎西达拉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看见了吗？马西达拉，坐下来，扎西达拉，扎西达拉，啊，你修了很多，很好，你救了很多人，你现在也是到人间来救人的，希望你继续跟着台长一起救度众生，来还清自己的业债。是是是是。你过去是不是打过拳的？是吧？好，现在你呢在人家的身上，那么台长呢现在也不讲你，因为你跟他们先生过去的有缘分，那么你现在在他身上了，那么慢慢的呢你总归要超度自己，要有个境界，慢慢要离开他到更高的天上去，你嘛让这个元神和他本人的太太能够帮助你到天上，那么你以后会越来越好，跑到天上去你就修成了，台长会帮助你的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、好皮的啦，看见了吗、哦、西藏的喇嘛庙门口就这个样的呀。好了，结束。大家看台长厉害不厉害啊？看见动不动啊？我用的太激厉害了，他不能动了。我用的太厉害了，我刚刚用的力量太大了一点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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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菩萨慈悲啊、哦，放开，菩萨把他放开。好了，好了，师父。像他这种情况，我们是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？念到他走，把他抄到天上去。看见了吧？讲国语了。他自己也在念。他现在自己也在念，你给他讲，你给他讲。天天念呐。天天念小房子吗？对，有个天天的念。好，好好念，自己不要在人家身上，有本事自己到天上去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了，师傅，麻烦你看一下，我父亲叫辛敦明，2011年死，8月13走的，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叫什么名字啊？辛敦明。辛什么？辛苦的辛，敦就是祥字反带个反文，敦厚的敦。啊。明是口字带鸟的那个明。我已经叫他的灵性离开他了。所以他现在已经还回他的元神了，但是呢过几天还会上去，因为他小房子不够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敦是敦厚的敦，明就是明，新敦明是吧？哎，好有，好了，在天上了，玉界天。啊，好，谢谢师父，谢谢恩师。好，谢谢他那个来了，不说啊，不要我说，他脑子清楚了已经。好了、哦、是的，跟着台上好好修好不好？一定的，跟着师父好好修。 好修心修佛、嗯、好，弘扬佛法，好，超出六道、嗯、好，跟着观世音妈妈回家，好，跟着师父回家，好好好。好，好了好了啊、哦，好了好了，他们藏传佛教磕头很厉害的，他你不叫他停他一直磕下去。好了，停，看见了吗？台长不要太厉害啊、哦！起来起来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好下去吧下去吧啊、哦、下去下去，他现在因为那个灵已经离开他身上了，好了下一个。师傅你好，我家住长春，我是你的弟子新雅范。啊、哦。今年香港6月6号拜师的。啊、哦哦。今年香港法会那个6月8号，你不是看图腾有个上帝寺庙300年前上夜寺住持府邸的那个男的。哦。他就是我老爸。哦、啊，就是。他也是和我一起6月6号拜师的。啊、哦，就是那个西藏的那个。
就是台长后来还吹那种那个西藏庙里的那种那个喇叭那种。对对对对。师傅，今天弟子向你汇报三件事情啊。第一个就是转达我老伴身上那个让上界自助词附体来说的话。真实情况我写下来了，我念给你听听。也说给那个修心灵法门同学们听听啊。那是8月25号的早上，我俩做完功课了吧？这位法师又附体说话了。他告诉我说，他说的，你告诉修心灵法门的弟师兄们呐、不要有一点事情就给师傅打电话了。师傅太累了。有事情自己解决吧。让师傅看图腾，你知道吗？耗掉师傅多些能量啊。就是看图腾了，你不也得念小房子呀？你好好念吧，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。师傅不光是关心咱们这些拜师的弟子啊。所有的众生都在师傅度化之内啊。师傅整天忙得不得了。每天晚上睡觉都是半夜了。他说了。心灵法门的师兄们，心灵心疼咱们的师傅吧。师傅是救咱们慧命的父亲呐、一边说一边哭啊，哎呀，我也真的哭。就那个法师主持住在你先生身上说的是吧？对对对，哎呀，就我俩做完功课，他就来说的这话，让我转告哎呀，完了还说。要是把师傅累倒了，谁还能把咱们带到天上回家去啊？你们不知道啊。师傅如今红山两千年以前就是天上的大菩萨，他是观世音妈妈的大弟子啊。就这么告诉我的。完了，他说的今生我们今生能遇上这样的缘分，一定要好好珍惜呀、可不能懈怠啊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师傅领进门。是咱们的福德因缘具足，但是修心修德还得靠咱们自己去努力呀、他说了这完了他说的完了他说我都没有修成，惭愧呀、要真修你心不外慈，心如止水，心静地空，心静地定，心定生慧，心定自净明啊！我很幸运成为师父卢台长的弟子，也就是成为观世音妈妈的弟子，我有救了。他自己说我没有肉体了，但是我有灵魂呐、我的灵魂是不生不灭的。真正解脱就是脱胎换骨。超凡入圣，才能回归佛果。这是他说的。哎呀，他就是说，他现在跟着他一起啊，也是跟台长在学心灵法门了，他也在修啊。对啊，虽然他没有肉身了，但是他照样可以修的。是的。对对对，他说了，他没有肉体了，但有灵魂，灵魂是不生不灭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。完了，还跟我说，天上的莲花池里有的莲花都打蔫了。我问他为什么蔫了，他说这次参加法会的师兄们呐，有的婚姻是一时激情很高兴，以为拜师了就有依靠了。回去功课也不怎么念了，小房子也跟不上了，所以天上的莲花就不精神了。告诉家人们，功课一定要完成，就是没时间，走路也要做完，小房子也不能断啊。那是消业障的，有业障你就别想回家了。建议师兄们上早课的时候，多给师父念几遍大悲咒吧。我感谢你们呐，拜托拜托。他还说啊，他说不错，这个说明他本身啊，就是说他因为过去做过主持啊，在西藏的时候，他附在你先生身上，他也在修。他实际上他这么一讲的话。如果大家知道多少人，他就有多少福气，他就能自己能够超脱的，实际上他很聪明的。完了，我还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找我老伴呀？你咋不找别人呢？他说的，我和你老伴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在一个寺院修行，像亲哥们一样。我没有修成，我知道他也没有修成。我找了他3次都没有找到，第一次才找到他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轮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了。好好跟着师父修吧，
只有今生这个缘了，再不好好修啊，那就更惨了。哎呀，说了我也就不多说了。师傅、哎，你上你们讲的全是商界四柱石福体、哎、在我老伴身上说的话。哎呀，我相信属实，我相信。学佛人不打诳语。哎，同修们，真的，我们真的要珍惜师傅、哎，爱惜师傅、哎，真的要好好听话，哎、好好修啊。谢谢谢谢。师傅，哎，8月25号吧。嗯、哎。我把师傅，我把法师来说的话吧，在 QQ 群里头、哎，简单的说了几句，哎、没有这么详细。哎。也是。鼓励我们大家真的别懈怠，坚持好好的做功课，念念房子、应该的、啊、他讲的对，第一个事情、这个法师讲的是对的，他是讲的是对的、哎、嗯、哎好啊、哎呀，哭啊，一边哭一边说呀，心疼你呀、啊，嗯呐、啊。哎呀。第二个事情吧，师傅，向你说一件奇事儿啊，奇怪呀，这个事儿。啊。我是在2009年去崇门的火车上认识了一个佛友。啊。他家住在长白山，名叫王启双。啊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心灵法门呢、啊，我是去年修学心灵法门的。啊。前几天我向他介绍这个心灵法门的时候。他立刻就接受了，并、啊、且还说好像观世音菩萨把我找到了、啊、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接受了呀，他说啊1994年他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大德高僧、啊、他就向这位大德高僧请教佛法、啊、这位大德高僧告诉他说呢、嗯、你要想成就啊在末法时期、啊、只有修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是正法啊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在五十劫以前就是正法明如来佛，哎呀，释迦牟尼佛委派观世音菩萨在末法时期救助这些可怜的孩子回家、哎、呀，也是最后一班船了。哦，他是说佛友找了很多寺院呢、啊、也没有找到心灵法门的道场啊。哎，所以我一说他马上就接受了。哦，他说94年他啊94年他就人家这个大法师就告诉他有个心灵法门了。94年的时候台长还没有开始弘扬呢，我自己还不知道呢。就是啊，就说这事儿怪不怪你说啊。这就是说明一切都是在安排当中的，嗯。哎，他94年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啊，他就可哪去找、啊、上寺庙找这心灵法门道场，一、啊、直也没有找到。啊，没找到吧？这不我们跟他一说，他马上就接受了。哎、啊，所以现在天天都在修，都念小房子。哎呀，这个倒，明年去香港拜师。这个倒、啊，这个倒是非常一个好的一个教材了。这个是应该让他跟大家都讲一讲。因为在94年的时候，台长实际上真正弘扬心灵法门也就是2-3年嘛。你想想看，就是这点时间啊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他94年有高僧大德就告诉他了，而且说这是最后一班船。这个菩萨讲的，菩萨不打妄语啊，真的。哎，真的对呀、啊，嗯，哎，就说是大家看看啊，1994年就有人知道心灵法门是末法时期救度众生最合适的法门，你说？所以，哎呀，多神奇的这个事情，你说？所以希望他说了，来年、明年要上香港拜师，他亲自跟你讲那个法师、还说一些个什么普贤菩萨啦，地藏菩萨啦，什么文殊菩萨，怎么回事？都是古佛来的，观世音菩萨都是古佛。这个你说明你这个佛友他本身前世的造诣也是很深的，嗯嗯嗯，好好的好的，谢谢你啊，带来这么多好的东西，让鼓励我们的信众更好的学。第三个事情我跟你说啊，最后我在没去香港拜师之前吧、哎，我跟我老伴腰间盘突出这个病已经有20多年了，啊、动的时候都走不了路，啊、在地上爬。往后爬、啊、你爬一会儿才能慢慢站起来。哎呦，我老爸的腿都萎缩啥样，就是那肉啊和那个皮都离足了，一拍都悠当悠当的。哎呦，在1994年10月2号吧，我们请的是最好的专家给做的手术、啊、但是不到3个月又犯了。哎呦，这么多年呢，我俩为治这个病都花钱无数啊、嗯、这次我俩去香港拜师的时候、我们还带着业绩高了呢、啊、可是非常神奇呢，去的时候我俩在火车上没有感觉到腰疼，参加拜师法会回来一直也没有疼过、我和老板说，我说这是佛菩萨和师傅给咱们加持的结果。观世音菩萨慈悲，
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啊。就是呢，我在做礼佛的忏悔的时候吧，一佛一佛头不是吗？我的右胯骨和那个后腰，就像拽子似的，有点酸的感觉。我知道我的业障太大了。也是业力所牵吧，我要好好修，多做功德，我相信会完全好的。好，你相信了，相信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，好吗？谢谢老妈妈。对呀，谢谢老妈妈。我们团队吧，我们唐僧团队这次去参加法会的人回来吧，哈，大家心里都非常高兴。还是非常好，好好学，好好修啊。很多人反馈有老多病，那个老病哈，都好了，可是说。可以说吧，没有一个人不见效的，大家非常开心。好，好的。因为我们都大家都爱你。好，谢谢谢谢老妈妈，台长也是很爱你们的，谢谢你啊，时间差不多，好了，老妈妈啊，好，谢谢你。师傅，你要好好保护好你的身体。好的好的，我自己知道。你担负着全球众生的生命啊！我现在使命重大了。现在他讲的是对的。我们都是你的儿女。特别心疼你，对对，我不能在你身边，这几天我们能在有人的地方弘法助人，对对对，让心灵法门遍地开花，人人受益，家家得利，一花独放，不是说百花齐放，是满园。好，谢谢老妈妈，一定精通你的教诲，好好修啊，爱子爱民，好，遵纪守法，好，谢谢，不敛财，好，智慧。好，为人物设定了社会安定团结做贡献。好的好的，为了世界和平，我们会献出所有的爱心。好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妈妈，感恩师父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再见再见啊，再见，师父保重，谢谢你啊。好，那么幺幺，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因为那个广告时间到了。广告时间到了，那么我们呢，几个广告之后呢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。